检视面团，这是蔡其宗工作的日常。慈济周年庆前，他所经营的面包蛋糕店有一群慈济人同心协力做寿桃，每个都很专业的哦。老板真的很用心的教导我们，真欢喜讲安尼来学，给学一挂，甲人结缘。踏上培训之路，老板娘黄惠美满怀感恩。我非常感谢我媳妇跟我儿子，在我们今年培训这个过程当中，我媳妇跟我儿子非常的扶持我们，包括我们上课，我们跑慈济的路，他们都说爸爸妈妈你们去，家里我们会负责。两天完成4000颗，店内师傅受到启发。这一些师傅也跟我讲说，没有领薪水都这么认真哈，我们有领薪水的应该要更用心哈。每个寿桃饱满的祝福都是善缘。大爱新闻真善美之工肖永秀新竹报道。